年少不知别墅好，错把分层当城堡。大家好，是我小猪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间精装小洋房，总面积5100尺，一定能让你眼前一亮。入门800尺的巨厅，渲染的是一家人的幸福滋味。8人位的圆桌摆的全是山珍海味，4米挑高的客厅彰显主人您的高贵。500尺的后花园，不大不小，主人养花种草刚刚好，远离外面的一切烦恼。 来到主人卧室，黑色调的设计能更好的入睡。淋浴间干湿分离，简单的设计，优雅而不失大气。连接的是南向景观阳台，松高的树木形成了天然的屏障，保证主人的隐私。必不可少的衣帽间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这是老板您的小天地。550尺的小天台，烧烤聚会也能轻松应对。 这样的小别野，主人您喜欢吗？关注小猪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继续欣赏吧。